一再起呀落大雨，落甲耳的薄，为要等伊害阮衫裤啊甲湿糊糊。伤心提到未分离，两人流着目屎滴，想起来总是一项可惜的代志。下暗落雨亲像稀绵，加添心稀。哎呦，你不是讲我知影牙好耍，客厅呐，先人客问好再来讲。啊，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感谢大家啊，欣赏我们王牌登场节目。哎呦，太太，太太，你这个阿婆，你也千万爱注意啊。这个雨一直压了到底，这个人是会感冒。啊，对。你若感冒的时阵，这代志就大条啊。那王牌登场，因为这个叶启田烧声感冒。为什么我迄间去落大雨落个下晡个阿个蛋糕糕啊？落个半米去啊！落个半米去啊！你到时你头毛个阿个迄落雨拢水落来，衫拢湿个无要紧啊！你若破病到底，迄人客人去录影带租售店看袂着你唱歌呢？由我来代替你唱歌，票房就出问题啊！你嘛是好啊，不是嘛是好？我呀，我一定爱安尼。哦，这雨伞小扎嘞啊！对，安尼先对不对？你对你身体较好。是啊，啊，你讲到雨伞这个，啊，迄天就是啊，夹雨伞，要甲爱人离开所，看到雨伞，我心内真伤心嘞，所以感恩咯，雨阿甲谈哥哥。哦，是安尼哦。哎，但是咱坦白讲，哎，你唱一个歌，唱到到底，人实在感觉讲，哦，真跟在落雨嘞。哎，因为每一个人拢有这阿雨的经验嘛。哎。哇，听到你的歌，感觉就想到过去思慕的情人了。哎，对，想到过去的情人。嗯，所以讲，哇，我小夸建议给你一下。哎，怎么建议？小夸建议，你若讲唱这款歌，一定爱夹一支雨伞。哦，对。迄个感情够开会出来。哎，对。但是你夹雨伞夹，啊你，迄光会去炸掉嘞。迄规个面，啊你唱歌时阵变乌索索啊。哎，所以讲夹的时阵，差不多爱夹这款嘞。哎，我无甲你骗哦。气氛会加少好个啦！对，你试看卖好。好，来，哈，人客啊，我张辉这个人都唔是臭东个啦。我对于这个设计，你这报道歌王啊，唱歌穿什么衫，提什么道具，我上排行个。对，全性无一个人比我搁较厉害。对，你唔相信？人客到底来参考看卖。哎，老师，甲赵姐看卖。好，你也好爽。我唱一摆就对了。好。一早起啊，落大雨，落甲稀黄昏。哎呦，赞！为着等伊，害阮衫裤，无阿甲淡哥哥啊。这边好，这个差。你这讲无阿甲淡哥哥什么意思？雨伞夹的啊，不会淋到雨了。哦，你的歌词来的是因为有阿甲淡哥哥的意思。对。哎呀，安尼先这雨伞未通的款。哎，慢点。哎，我的红门，你出来送啥？无了，你什么东西？你出来红门俩？哎，你是朱启林对不？对。我嘛算朱启林啊。都我，你得个倒设计哟。对啊。你给我个提款麦。对，都叫做唱得真好啊！新歌词有问题呢。人客啊，你甲参观看麦，伊是查甫啊查甫，对，就敢那是爬啊，提咧火船咧。没有，人是波多瓜王呢。我就是讲，都叫是波多艺妓来啊。这我袂讲设计，这都爱伊甲你设计啊。哎，有这什么名？飞哥张飞啊，张飞啊！呸！是啊，我都甲你说过，来，这紧甲断掉啊！这行李。哦，你家己，拍摄，哎，结账，我要别夸你。
对对对，波多广那也是安尼咯，都无亲像敢那查某，我甲你设计。是啊，因为你来咧咧剪厂啊，是非常会设计，而且较早你个装潢设计，你这包括做得真好。你你你，伊就是装潢设计去多点下来做这主持人。哦，迄就是因为哦，我专门共替人设计，替厝设计咧就会多啦。无是啊，像你拄啊，光景公里边啊，你拄啊几条光？迄段什么？罗大，迄一只。哦，迄罗大好对不？即马时代无同款。报纸你知不？报纸是从什么？看新闻呢？是啊，看新闻就表示讲你这人有学问，国关心国家大事啊，对不？李家公呢，报纸随身携带，好啊，一来就是安尼，摊落开。咱无一定会扎雨伞出门啊，对不？哦，对对对对对。落雨多好，阿要扎客人车。你若讲无雨，无雨。火船都会挡起掉，马上给停。好，哦，就好变啊！而且用伞，随手会使给弹掉。哦，来试看嘛，试看嘛。对，而且叫熊的嘛是哎呀，给挡过。对对对，大叔试看嘛，试看嘛。哦，你看看嘛。一再起呀。就感动。你说台不是？你拄只波多瓜？你是无看？这个波刷看你的头啊，敢那是披麻戴孝。哎呦！哎呀，扣的！就是你是罗素靠无？哇的！我你这人讲话那样恶毒的你。你两个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啊？啊？我那个设计，设计花王了啊？哎，安尼什么提火伞，你叫人干嘛？他们跳恰恰？你什么东西？你别跳出来，跳出来冲啥啊？你别个提报纸，还能跟他握住靠帮嘞？这现场嘛，讲那丢啊！咱平常时上班的，定定火伞炸出去，定定都未记得炸转来。嗯，是啊。伊也许是讲提报纸较方便。对对对。啊，你起码是得卖啥？卖啥？哎，你提报纸。花藤是含鸡藤。提报纸是变哪杂货？那边都淡去啊！哎呦，规身躯嘛是个阿个淡哥哥。有影有影。对不对？啊，你夹火伞，人讲骑奥多拜人是变哪夹火伞？都无法度夹对啊。无法度夹。啊，你变安怎？对不对？啊！那拄到西北雨，嘛是压到山。哎呀！我后面这不是咧臭蛋。哎呦！哦，这是。应用收起来像安尼，顶完放一个柑啊，过当去卖红菇粿。啊！这是变怎？安那用？加赞加赞！来，这个递起来。哦，两个是咧臭蛋。哈！哎呦，老师啊，请走！来。哦，咱两先走下你不？顺我心，你我梦，顺我心啊！哎我真的很生气啊！怎么？因为宝岛歌王，那怎样？别让他改打扮秋水光。对，你宝岛歌王，你搞了不是会变个太空人一样？啊，对，这好看吗？这好看吗？我一说一说，他现在唱的这个歌什么歌啊？黑奇迹多多。我就跟他兄弟点了一条哎，顺我家乡，逆我家我中嫁人，中嫁人，哎，更难看。何医生，嗯，就我们有什么建议吗？什么东西？宝岛歌王，我们请什么上好？宝岛歌王怎么样？你请什么上唱就得挂卡号。什么？宝岛歌王唱穿什么衣服才适合？咱两个外省的在讲台语啊！我的刚刚节目没拢走起来，你要跟他讲讲台语，我们两个人自己讲国语的嘛。哦，你随便啦。那我问你，我们刚才讲什么？你说那首歌曲叫什么？对，那一天下大雨啊。
那一天下大雨，一几句落大雨，下大雨，落大雨。那一天落大雨，哦，落不大雨，话都不会讲。怎么样？你要穿什么衣服？我告诉你，要穿时装。哦，懂了没有？要把裙子跟背心一穿，它就是那一天就落大雨了。哦，看到没有？你拿着，这个叫做什么？这个叫做背心。你是瓜王哦，他什么？他是捡起田呐？哎呦，哦，你看到没有？哇，气氛差就最后，看到没有？来，把裙子装上。哦，唔呀唔呀唔呀，波多瓜王，这个波多瓜王的波多的意思啊，就是讲啊，伊是会使讲代表二十年以前台湾的情形。哦，迄当初那有可能有人有这个，但是穿这款的。对对对，啊，不会好穿对不对？你某哪个逐摆乎你安尼穿，不是拢互看去啊？你看我穿裙都未晓啊？哎呦，都无讲叫你炸不拉吃，你奇怪。你把它绑起来。哎呦，哎呀，爱穿落去啊！好好好，穿个唱歌好气氛。绑好以后，夜几天，你看一下啊。哎哎，你还有今天，哎呀，真是太好了。哇，各位大家，老叔叫。到了张水这么，我的内产工。哦，你觉得还是不适合？不是啊，内产起码嘛，我去抹张水耶。好好好。哎，这个呢，跟那个明初的时阵，伪装又要提雨伞，要用看报纸，要穿这個、要弄啥？都是要配合这个气氛。落雨为啥一定要穿这個呢？那无要安怎呢？那穿这是为了啥？为了啥？穿这就是为了要炸雨。炸雨嘛。炸雨是讲惊倒会。惊沙弹起啊。都对。所以讲刷落来，哪个家人？嘛无适合，各有一部。哦，你虽然讲你讲起来雨落来，惊讲沙弹去。嘿，对对对。那讲沙变弹，有啥物办法无？有啥物办法呢？来，我甲你讲一下。沙若变弹，归去，甲沙腾落来，放点冰。哇！对对对对对对对。